这边进入到我们的 BP 画面。是的，红教堂，女巫肯定要摁到吧？是的。看到的女巫雕刻和邦邦。嗯，应该是的。邦邦女巫雕刻。 雕刻放不放？还是放雕刻？还给你玩？还给你玩？你拿不拿？他就觉得你雕刻逼无惧。他觉得雕刻家是一个争赢的角色，对，他个争赢的。现在是朱雀这边选的，他们要平啊。他保平不选，但他又为了赢，他要选了。对，可以呢，可以呢。可能是他们觉得在 BO4 中，他不愿意拿雕刻，因为证明他雕刻家不行。对。但是前面的比赛，他雕刻家皮皮虾雕刻家拿过出来的呀。不一样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对，现在。 这一手雕刻家，如果说最终打出效果，那就是一个大问题。是的，没错。是的，之前皮皮虾雕刻家是打出优势过来的，对，不可能因为觉得你第四局不敢拿，所以你不敢选。现在朱雀其实就是在对着你皮虾说，你的雕刻家我觉得不行。哎，我真觉得不单单是觉得不行的问题啊，他们肯定有他们的套路，他们常用的大招就是专门打雕刻家的。没错。你想一下，双方为什么都不选雕刻家呀？是的。 而且之前他们是拿红教堂，就是去针对你的雕刻家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就看皮皮虾这一手了。那所以说，其实为什么不拿雕刻家，不是因为雕刻家这个角色问题，而是双方都知道对面有东西，对吧？不然不可能。你看朱雀这边求着对面选雕刻家，对，我就逼着你选。就是对，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有意思的陷阱。这边的班位选择了机械先知、佣兵和上不上当。 要不要上当？这边的班选是放祭司的一个班选，机械先知、放祭司、放冒险家、佣兵。祭司前锋通拿什么角色不怕祭司跟前锋？我的天！雕刻家呀，是这个道理。雕刻家呀，雕刻家他也怕祭司的呀，对不对？该抓你让抓你，对，可以抓前锋是可以抓，抓是可以抓，但是就理论上相对其他角色来说，我觉得。 你雕刻家放个先知出来更好吗？你想一下，冒险家都按了，对，冒险家都按了，那如果他不拿雕刻家，他还能拿什么呢？小提琴吗？不会真是他吧？真的拉线，真的拉线。小提琴他是不怕前锋，没那么惧怕前锋。不是，你不会还有第六手吧？沙哥，这么恐怖吗？这么秀的吗？这个版本应该是掏不出来了。啊，天哪！就。 可以说，人的上限真的是无限的。到现在，他们的这个角色选择太扎实了。主要他这个班选，使得朱雀这边也不敢拿什么特定角色针对你雕刻家，因为你这个不像是雕刻家，就很传统的班选，对不对？打得越怪，对手就越琢磨不透你的心思，对，越不敢拿我的大招，是不是？对的。那如果说他不拿雕刻家，我觉得也就。 爱护人小提琴了，别的角色只有这两个角色是4发概率是最高的，真的拿不出来了，真的拿不出来了。对，他要赢啊，这个局他要拿分，对他要拿分的。那朱雀这边选择了空军祭司、守墓人加前锋，锁不锁？应该是锁的，这阵容打谁都可以，这阵容打谁都可以，谁都可以打。对，没错，这阵容跟第2、第3局是差不多的，主要是前锋祭司他太香了。对，没错，前锋祭司没有几个角色说特别针对他，贯穿了几个版本的阵容啊。对，没错，你可以说克前锋，但是你不一定克祭司，你克祭司不一定克前锋。对，这里又是一个双保险的一个阵容选择啊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导致他们被鹿头打过了，也不用野人了，没必要。让我们看一看一下皮皮虾这一手。对，没有野人的话，应该不用考虑刚刚手拿过的鹿头。是的，看看他们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角色，会掏出什么。 戴个眼镜先看一眼。哦，进入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戴眼镜，我前面是瞎的。来了。吊我们胃口。是的，一定要到最后几秒钟再选。快要到最后1秒。来了，这时间8秒了，7秒了，6秒了，5秒。要选了，要选了，拿上手机，摘掉眼镜。雕刻家。 还是来，他们觉得你雕刻家不行，但是我要用，还是来。这个当，这个险，我必须去冒，我必须以身试险。对，没错。那这一场很关键，太关键了。对，把时间给现场观众跟选手们吧。第五局的雕刻家，没想到第五局能拿出来，玩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的雕刻家。是的，之前雕刻家发挥的实在是太亮眼。是的，对，太关键局了，决定胜负的上半场。没错，对，是的。让我们期待一下吧。对，静待。对，我要留一口气。 毕竟等一下肯定会特别特别精彩，我懂，我都要断气了。那么现在准备进入比赛方面，本场比赛是由翻普塔朱雀的求生者对阵鸡的监管者，由解说梁阿皮、艾丽、安酱为你带到C4A4全球总决赛实时赛况解说。 这个双点一般般，不舒服，一般般。还是小门，小门有人。是谁？前锋，卡梦的前锋，可以追，得追。对，这阵容前锋，但是不算香，但是也可以追。是的，就看前锋会不会。哎，这边被卡住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！这里一个球拉了好多，半个球都交出去了。好，哎，双弹，双弹，是的，但是被架住，还要加一波球。 这样的话能不能打断？不一定，来不及。逼完球就可以了。现在这节还是挺舒服的。好多球啊！直接拉完了。这夹夹好远，等一下。对，还有个翻窗的机会，这个机会是有的，能夹到吗？能夹到吗？没夹到，没有夹到。那这个开局可以说是还行吧。但是逼完球，一颗球已经拉完了。对，拉完了。这边是有一个秒的机会的。你走刀，这时候不能被夹，吃刀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被夹。打一刀，来看前面大洞这个要不要进？ 感觉没有选择进，他怕，如果是传送的话，对，他没必要。如果是传送的话，就无可挽回了这局势。那这里是打算开一枪吗？对，有可能想开。对，空军这边是想过来支援，不过没有想法，就下了板，他只是过来下个板，给个板加速而已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卡梦这波牵制压力还是挺大的。对，没错。而且手上有闪现密码机，修的不算快。对，这个位置有夹的机会，退回来有刀了。 小线可以省，哎，前面两个人半嘛，开枪！哎呀，但是这个枪很亏呀，太亏了呀，来的太晚了呀，等风等雨，这样才等到你。对，那这样的枪也交了，人也倒了，密码机丢的是2台半。说法来了。那分场投中场，中场这边看到小铁。 想夹他，但是没有到2阶，不好夹呀。可能就是压迫一下。我觉得他就想压迫一下，对，看走位，走位不好就夹，不要你修，对，不让你修。如果你走位好的话呢，我就随便夹，我就不夹，纯雕像手椅。这一波如果选择卖掉保平的话可以，但是等一下你第2个也帮我牵制，因为有闪现，而且空军是个突破点啊，没道具了呀。空军位置我也知道，你空军击中场技能量吗？但是这个人他不敢救的呀。 对，没错，怕倒，怕送技能，是，对，不给雕刻家开2阶，救了的话没什么收益，因为前锋是没有道具的。可能现在的位置就是雕刻家不知道是什么技能。对。所以这边的求生者可能就要防一手，前锋飞了之后可能会有传送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因为他没有招闪现嘛。对，他的技能永远都是一个谜。对，是的，未知，不是传送就是。 闪现差一点点，夹到，还行。哎，但是其实还是被夹到了。哇啊！他是回来的时候被夹到了，回来的时候被夹到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小铁必须要顶住啊！对他现在可以要提前走动，亮了机之后再走动可以。那小铁这边要牵制了，这个牵制不需要多久，60秒就够了，不能被秒。对的，不能被秒。如果是直接被夹残，这把就完了。其实30秒也可以，因为密码机两台机都是一样。前面有个夹的机会，不过有可能被卡机子。 传了一刀，这一波雕像都没有中。是的，没有踩板，知道他没有踩板，应该就是挽留加闪现了。闪现底牌，空一下密码机，感觉空密码机，但是外面的守墓人是有道具的呀。这个位置很好夹，看看交铲子了，交铲子了。守墓人是最难抓的，算球稳嘛？对，因为他本体挪过去了，有心跳。对的，算新的铲子了，很稳。大荣这一局很稳。 因为他前面有前车之鉴，有前车之鉴了，所以只要不去夹，哎，他直接被夹出来了吗？这边还有加机会吗？高分，给到机会吧？哎，他到了，他到了，这样子敢翻，我天，好极限啊！这个博弈，好敢翻，这刀没中也太伤了，但推回来了，对，推回来了，是不是夹到了一下？还是有机会，打到一刀了，还差一下二阶，铲子3秒，是的，就差夹一下，可以下的前面有洞，得拉走，因为这边是个一闪击，对的，即使要走了，不要追他了。 这里的话，两个人都得走，一起跑，一个预判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。下一波贴到脸上，铲子一定要交，不能瘫了。这位置想要进洞，进洞交铲，进吗？进洞交铲子，要进，要进，进吧，交铲子，赶紧交，不会慢。哦，可以，也可以，他可以，他可能是不想交，对他肯定是不想交，不然他早交了。他想的是，反正我是自己，你管不了我。嗯，对的。对呀。 这样子有点亏啊！我的天！但是这边空军直接被夹成两下，那这位置可以冲过来了。小铁架其实亮不了的，他这一波没交铲子，少一个人补位置。现在不能有人倒在小门。对，没错。对的。赶紧走了，说小铁知道，但是他不能深追，不能深追小铁。对他回去。手里面还有，贝克已经在偷了。 必须回去，必须回去，必须要守。直接传送，直接底牌切传送了。每个能不能前进？每个手里面只有一个洞，每个只有一个洞，但雕像也不多。这个位置如果能秒这把就能赢。先知道要把西斯秒在一闪击。打了，哎呀，看完了，这边可能被秒机会，秒到，石像，秒掉，秒掉了，机人同手。这一局。 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又来了，挂在小门遗产机。是的，我的天哪！如果这一局被死抓了，所以现在朱雀雕想往上，无论怎么样，一定要先跑一个再说。是的，对的，不然这分差丢太大了。二阶雕刻家，你这个状态怎么救？是的，而且你外面也不好修，这就是雕刻家他的一个强势之处。对，我的天哪！那现在小铁只能。 摁着头皮，只能要么摁着头皮救了呀，没有办法了。要么你就不救，但是你不救的话，分场你也很难受。他必须救，这个状态要完成奇迹的救人。对，而且大救人是大龙啊！哎呦，这边直接被救倒下了呀！空军是不能倒地的，倒地的话就没人能修了。这边只差一下就要倒了，不敢修了，这个真不敢修了。同时大龙那边不敢过来啊！我的天，这个局已经是感觉像是死局了呀！对，是死局了，现在只能卖了，密码机差了很多，空军现在是一个前锋的破译速度。是大龙想要过贪一波极限救人。 可以打，他可以不用夹呀，他可以等呀，等他出土。你敢出来，我打你！这个东西出来了，但是已经到出手了呀！5、4、3、2，本场先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本场先看，留个闪现，留个传送，因为等一下如果大龙这边自己，哎，这边可以先挂的，因为他一夹就有子，绝对的自信，对，绝对自信，对他有自信，我能找到你。对，没错。哇！ 那接下来小铁来了，就跟这个秒吗？这个分场差一点点，视角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他锁住了，他知道空军没有跑到4号，只要没有是的，他从这个地方往墓地那边走就能慢慢的排2名。但是这一波很聪明，就看这一波相机分场，对，也没丢到，但是他也要往这边挪啊，也往这边挪，有2名，然后用2阶交叉找人，2阶找到了。 找到了，前面还有一个升级分掌的机会，但是这个屁股还有一半啊，怎么跳这地窖？撑不住的，前面就一个升级分掌，撑不住呀！哎呀，4抓了呀！皮箱太强了，反手又来了个4抓，那现在压力又给到朱雀的监管者，我已经讲不出来话了。 我已经讲不出来话了，只能4抓呀！我已经晕掉了，现在这个局只能4抓呀！真的完成了，对，真的就完成了，反手来一个4抓，我的天哪！那接下来机械求生者一定不能再犯上一局的错误了，对，致命的错误了已经是。对，这一局可以继续用入殓师，但是不要再犯。是的，今天的皮皮虾通神了，太夸张了，通神了，瞎神。 我的瞎神，人间太岁神，第一局逆天改命拿下四抓，最后一场，我的天，又一个四抓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！这一局的赛后数据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皮皮虾命中16次，击倒5次，然后求生者这边都没有牵制很久，牵制了57秒、54秒、20秒、35秒。 其实对Maker来说，你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一定要点，对，他不点队友就没办法，对。